我们照顾的都是新加坡人，所以大家呢，一人一块钱都很多钱，这就进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希望大家呢慷慨解囊，谢谢，伸出援手。是的，好的，那我想呢，接下来呢，待会我跟雷哥会表演一段，秋瓜秋瓜秋。那么还没有唱之前呢，我们先怎么样？而且这位嘉宾，第一位嘉宾今天要出场，一首歌是《红遍东南亚》，真的，哎呦厉害了，表哥。对呀，他爆红了，几乎他们都会听过。真的吗？对啦，你有关系关系。我们讲你身材也美丽的多多啊。也他比你，也他比你是韩国加长嘛。哇！也他稍微的。我跟你说，他的身材真的很美啊！你知道什么叫性感如舞吗？对呀、啊。哦，我给个考级点三分啊，好位位在在哪？你有关系不听会不？听过。冠涛，我们是不是冠军？冠军啊！不是冠军，冠军，我给冠涛。冠军的冠涛，来冠军天后，要聊个冠强的，我要冠军。来，我们掌声欢迎张嘉倪小姐为你带来这一首歌《神话主持人》。今天大天晚上一点点，掌声送给你。Yeah.
谢谢，好，不错不错，非常感恩，非常感恩，我也。